1月16日系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嘅25岁生日，生日礼物当然收到手软啦。今次 Jennie 生日获得内地粉丝豪送100份礼物，衫、裤、鞋、饰物到家品都有，单单系名牌手袋就已经有10个啦，价值超过40万港币。而韩国同内地等地都有大型嘅生日应援广告，估计单系一个粉丝后援会就已经使咗接近200万港币为 Jennie 过生日。